李荣浩近日推出新单曲，找来梅派正宗传人刘家厚出演，更破天荒画上京剧传统妆容，并揣摩武术身段舞剑，向传统艺术文化致敬。释出的照片中可以看见李荣浩画上全身刺青的硬汉，看起来霸气十足，身后还站着刘家厚老师，用利落又柔软的身段演出梅派经典曲目《霸王别姬》。但其实在正式开拍前，李荣浩坦言有压力的并非是要化京剧妆，而是要在没有练习的状况下一次与九名武生对打，也让他笑说，前阵子拍电影接触不少武打戏，经过那时候的训练，现在对动作戏没那么陌生了。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